对于绝大部分粉丝来说，购买性价比更高的搭配单品才是更为关键的一环。现在要关注的是全新 UNIQLO 2018秋冬系列。作为全球知名的快时尚品牌， UNIQLO 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举办了全新的2018秋冬系列预览。可以看到的是，相当繁多的色彩及搭品选择充斥在整个2018秋冬系列的搭品当中，美感、实用、轻盈、舒适、温暖方面被官方逐一凸显，制造出相当强烈的秋冬搭配感觉。另外，早前已经正式发布的 UNIQLO 系列也涵盖其中，各位也可以通过本次的秋冬系列预览感受一下整个品牌在搭品打造的强势，更是后期购买的重点。另外，你是否愿意向全新优衣库搭品砸钱呢？ Source: WEIBO